内廖一成，内土会好阿黑来飞故乡。内廖一奇，今年土来飞故乡。内廖坤义，今年土来飞故乡，土牛嫩。这三位小朋友拢是才拄通过刻意初级认证学生，日年乡内围村多数拢是教人客家乡亲，目前校嘛真积极伫推广刻意教学，尤其更加无简单的是校长谢明贵，伊是来到来回各校服务才学刻意，即马已经通过了中高级的认证。主要是吼，要让学生甲老师知影讲吼，这款课毋是很难，校长就毋是客人，啊伊就会讲，好啊，主要是。好，因在讲哦，原来唔是客人嘛，我都学科技学家，中高级买过，啊，好因有信心，啊，要学科技吼，会感觉讲，嘛唔是很难的，系。语言是生活一部分，同时嘛是一样文化，因此语言的保留，无论是校也是社区，拢上心要来传承落去。不过，嘉安社区理事长廖平进啊，讲出了科技的危机。目前55+的这个乡亲吼。讲客话啊，差不多啊，够有60-70%吼，在阮诏安这个社区内底，嘿，所以但是甲30+40+较老啊，只有较袂遐，拢较无啊多。啊，但是即马10+岁啊，只这个国小这个阶段哦，学校有在上，吼啊，所以这个课余部分有在慢慢有在增长。这是爱环境上要紧啦。哦，你无迄个环境吼，那囡仔在学英语无迄个环境吼，大家要安尼对讲吼，迄会话拢较无法度。伊这是爱环境上重要的啦。科技老师林创业讲出了环境的重要性，因此来个小嘛真努力在落实生活科技好好推行。这样还是不足，所以阮校一个特别在推哦，生活课余的学校的落实生活的部分啊，所以阮打招呼啦，平常厨房啦，在教室，阮若有机会，阮就。碰到小朋友，我得讲客话。讲客咁真系困难，谢明贵校长用本身的学习过程来勉励学生和社区乡亲，只要意愿，客气就是生活一部分，无遐尼困难啦。记者李平安，从报道。